若是不借助复刀战，你连让我受伤的资格都没有。现在只要罗烈使用山势回击，便能彻底确定他的身份。来了，就看这招。千金，不要让龙鳞幻境知晓你的身份，也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你在龙鳞幻境中的名字。请进。大师之术士，罗烈，不足之事，无坚不摧。啊！不愧是北水国少年第一人，果然不负盛。啊！去！啊！天地大师对修武者悟性要求极高，众战员不过十几岁，竟有这种修为。罗烈，来呀，天地大势已出，你还有何能耐与我为敌？或许真是我俩猜错了，罗烈不是龙在当下。若真的错了，又如何解释炼妖域内三枚真火珠的气息？打，狠狠地打，我就想看看他的骨头能硬到什么程度。赤儿，他毕竟是你的亲兄弟。复刀战可是生死契约，就算我今天将你就地正法，北水国也无一人能问责于我。北水国两大异姓王本该携手辅佐君主，与外敌安民心，可你们父子却一再篡权夺势，欺受百姓。陶爷本就是腥风血雨，有什么可说的？之水，天上来！怎么会？怎么会这样？他居然不是龙在当下，怎么可能不是？水势怎么不是山势？水之势，波澜壮阔，轻盈浩荡，就是为了冲刷你们这些人的肮脏！
杀重战员的是你的野心，若真在乎儿子的生死，就不会让他走上和你一样的路。因为听令，绞杀罗烈。是。齐长老，这是本王的私事，你也要管。老夫也是按照约定办事，赴刀之战。胜负自有定论，那就别怪本王不留情面了。玄龙王，你儿子都没本事杀他，更何况你这个老匹夫。水火不侵，铜墙铁壁的身体，岂是你能撼动的？可你明明……不做做样子，怎么让重战员轻敌呢？如果他还在，也断不会对罗赤是亲兄与死弟的做法网开一面。玄龙王，就此收手，本君还能留你个全尸。那我得多谢陛下开恩了。哼，祈祷师为少主报仇。谢谢。够了。齐长老，今日罗烈必然要以命相抵，谁也拦不住。我一人或许不行，但我代表的是逍遥阁，难道玄龙王要与整个逍遥阁作对不成？即刻将罗烈逐出北水国，赴刀战的伤亡双方不可追究。黄图霸业是在血雨腥风中诞生的，情谊在权位争夺中是那么的浅薄如纸，成功的路上留一份纯真总是好的。久闻小王爷大名，要治好冰凝姑娘的办法倒是有，就看小王爷心有多诚。